第一次认识呢，主要是在大学的时候，我们办了一个学校的活动，就是帮当年的毕业生办毕业舞会。然后之后，我那个时候就被招募进去当其中行销部的副部长，他就是其中一个入选的组员。然后我们一聊才发现，我们就超近。活动弄完很晚，就是说一起回家，或者他爸回来接他，就说顺便送我，这样反正就巷口巷尾，就会关系变得比较友好一点。当时对他的印象其实就是很开朗的女生，然后会照顾团队中的大家。他去过的国家比我多，非常非常多，然后就会觉得可以从他身上学到很多不一样的知识。认识他的人应该都知道，他就是一个强迫症、完美主义的人。台大有一个简报课，然后要用那个 PowerPoint 做一个动画。他喜欢《进击的巨人》，所以他就是用那个 PowerPoint 刻出了《进击的巨人》，然后用 PowerPoint 的那些转场动画去把它变成一个看起来真的几乎就是像是专业的那种动画师做出来的东西。几天不睡觉，然后上课不上课，一直在刻那些东西。真是好像后来还有上新闻，因为太疯了。开始更了解对方以后，会知道兴趣其实蛮相同，就是说，喜欢看电影，然后喜欢去咖啡厅，就开始渐渐的变成两个人去探索一些新的事情。我的直属学妹就是他的高中好朋友，从学妹角度就觉得这两个人一定有机会，或者肯定有什么可以发展的空间，然后所以他就是利用一些很不错的技巧，让我们认真的去思考这个可能性。我觉得相处起来很舒服，可是我没有想过要在一起这件事情。然后他就换一个方式问我，他就说：“那你可以想让他交女朋友吗？”然后我那时候就想一下，我就觉得好像不行。他说：“那就对了，那你就是想跟他在一起。”然后他说：“哦，好，那也许是吧。”因为我们当时其实某种程度上已经走到一个非常暧昧的阶段了，但是我就是一直很怕，就是这是不是一个骗局？就是他鼓励我去冲，那虽然他嘴上讲100%，但真的是100%吗？如果失败的话，我不就很糗吗？我就是一个被骗出来告白的人。那他那时候在补巨匠电脑，然后离我们家小巨蛋很近，所以就是他就想说下课他想逛老河街，然后就问我要不要一起。这就很顺理成章，就是逛一逛，然后去旁边河滨散步一下这样子，然后就觉得啊，差不多可以讲了。我只记得你问说，所以我们现在什么？对，那我可能就牵了他的手，然后我就说，所以我们现在是什么关系？然后他就，我感受到那一丝的愤怒，说你觉得嘞？然后我怎么白眼要翻到天边去？我说你觉得嘞？但是就算感谢吧，他让我过了。然后就是，然后从那天开始，就我们才交往，但这是一个莫名的开始这样子。我们是不是都没有介绍为什么这一对设定？我们非常喜欢夹娃娃，发现彼此有这样的兴趣以后，这个东西就开始共鸣，就是一发不可收拾。然后我们就一直疯狂的去探索这个夹娃娃的世界，但是它有点变成我们每一次旅行的一个很特殊的主题。这些夹到的娃娃会变成是一个记忆的媒介，可能是哪一天当下的情境是什么？用什么方式夹出来？对，是简单的、意外的、辛苦的，还是怎样？就它变成了一个小小的回忆的记录的方式。我觉得我是一个没什么远大目标、蛮懒惰的人。从跟他的相处，知道他有他自己的志向，然后除了支持他、鼓励他以外，我觉得某种程度也会鼓励了我稍稍努力去踏出自己的舒适圈。他会觉得说，那我好像也可以出国闯一下，这样既然他都做得到的话，那我也应该要跟上他的脚步。就是他没有什么远大目标跟野心，但是一旦他决定去做，或者说就算他没有想要什么，但他就是反正就把事情做到最好。然后我觉得就很想要跟他学习，因为我希望自己想要的东西在那边的时候，我自己也可以付出同样程度的努力。那时候其实还没有在一起那么久，出去玩的时候就会发现他喜欢帮人家把东西收好，
就譬如说出去吃饭，就如果不是自助餐要自己放回去，就放在那边等服务生来收，可是他还是一定会把东西叠的就是整整齐齐，然后该集中的集中，该放好的放好。你说他喜欢打扫吗？他确实蛮喜欢打扫的，但是我觉得他做这些事情的背后目的都是希望人家可以更轻松的整理，然后我觉得这一点还让我蛮感动的，因为我喜欢体贴的人，然后替人着想的人。我觉得我们一切的相处都太过于自然了，然后就是从一开始在已经很熟悉彼此的状况下又走了这么一段，就觉得说那日常生活中的各种磨合也产生了一个很稳定的模式，我们在美国的生活大致有一个可以稳定的状态，那就觉得说这好像是一个不错的时机来进入一个更广下的阶段这样子。要去电影院？这里哦，这里。Hello，你在这边神秘兮兮搞什么？给你一个小绿色。啊，我的绿色。哎呦！节日快乐！哎呦！搞错了。看完了这首歌，那你愿意在日后跟我一起把这个歌的画面一起拍完，然后我们一起共度未来人生还有很长很精彩的旅程？那你愿意嫁给我吗？八年前的晚上，我带你到渔人码头，我们就在停车场那附近晃一晃，结果什么事都没发生，也没有告白。八年后的今天，我们过了停车场，我们走过了情人桥，跟我们开始交往以后的旅程有点莫名的相似。我们一起努力出国，一起奋斗，中间或许很辛苦，但是我们终究是爬上来，然后现在很安稳，很安心的依赖着彼此，享受这个风景。当时我加入毕业舞会的时候，然后那个面试杜莹问我说，你觉得你是一个什么动物？然后我那时候想要装作特别，我说我觉得我是一个海葵。他就说为什么是海葵？我说因为我是一个在别人看不到或在自己很安心的地方，我就会把触手伸出来表现自己的人，但一旦感受到困难或危机或感到不自在的时候，我就会把自己锁起来。或许出来看看社会，看看世面，还是偶尔会遇到一些很辛苦的地方，但是我觉得有你在的话，我反而很像多了一层保护罩，我就可以更无忧无虑的伸展自己的触手去探索这个世界。很开心可以跟你度过这一辈子，然后这一辈子我都可以做最真实最自在的自己。我想谢谢你陪我出国，因为一开始你其实没有很想要去，但是因为我说想要去，然后你就很努力为了出国做了很多准备，就是总觉得这一趟出来让你很辛苦，需要面对跟遇到很多如果留在台湾不会发生不会遇到的事情。但是我也真的很感谢你陪我一起出来，因为在那边的时候虽然有时候很辛苦压力很大，可是有你在我就会觉得一切都没有问题，而且都很安心，就知道说不管发生什么事情都有你在会陪我一起度过跟解决。这一路走来很感谢你一直都在，然后我们现在一起在 SD 经营我们的家，我觉得很开心。不管未来我们搬到哪里，只是留在那边还是决定回台湾，但是只要跟你在一起的地方，我们就会有自己最棒的家。谢谢。